想不来不来呀，再不来来不及，他就是在后面了。是的，嗨大家，我们一会儿准备去看深番的巡演，我们现在在劝说我们第三位朋友潘路遥跟我们一起去看。小鹿，小鹿，深藏不露，小鹿快加入我们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现场，看看出这谢天一吗？看不出，我已经黑了，太暗了。大家久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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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等了。这是谁给我调的麦克风架的？这个，这是给姚明先生准备的吗？这是啊，你们教练这样唱歌吗？啊，允许给我一分钟时间调整一下麦克风架子，好吧？干嘛呢？哎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啊！好，上海给我一个声音，好不好？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毁灭的小巷，这是个最好的时代。
人人都付出，然后让时间的距离缩短，你人都付出，人人有工作，我们人人不绝望，时代让人有学上，却也人人不读书，远渡重洋的学生以为把世界认清，却被楼下水花滩的流浪者感到震惊，充满优越感和自信，还认为没有过错，大言不惭的指责对方是自甘堕落，生命是没意义的，因为你我终将死去，时间的长河会抹去你我存在的痕迹，可自从人类学会相爱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意义，理解或不理解都罢了，相信你所相信的，我们的确无法去改变你我的生老病死，但至少你有权利选择人生，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，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。Yeah.